好大的事情嘛，不就是条狗吗？狗狗已经杀了。出事前几天，两人到底是为啥子打起来的？他们两个都喝多了噻。他不可能杀你了。东哥，出事了。咋个又死了条狗？日你妈！到底是狗还是？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现在查来查去的，影响很不好。空了钱包不能手表，你说为啥子？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，他一直躲到哪？哪个人？一条白狗。狗就是人，人就是狗噻。你说哪个是凶手嘛？我肯定把凶手找出来。有好本事，根本就不晓得。这个事情没得完，哪个都不得安宁。